怎样？我觉得华语教室就应该是这样。一没有，你刚才签五次，二三四，然后你的兵被他吃走，打三下，看着裙子。整个的想法就觉得再次踏进校园，充满了这种青春的气息。跟同学们互相讨论今天的课题，课前预习，课后复习，跟同学之间如何能够友谊长存，这都是我所要回到校园体验的事。你以前当过老师吗？我当过小老师。那“小”这个字很明显，很敏感，希望你尽量少讲小声。但我们尽量也不会讲小胖子。这时候不要乱用中国的字。还有语言就是你的强项。不敢不敢。语言这个东西呢，多了一项沟通的工具呢，就多了一个跟人交朋友的利器。前面你看哦，好不好？英文不用讲，广东话也不用讲，日文那我都不要讲，中文啊，意大利话、德文你几乎都会。你担心我把你捧得太高，这样很危险，对不对？我听说今天会发生一些异国恋。不不不，老师跟同学之间就是要师生恋，我讲错了。不不不，就要保持很好的分歧。老师就是在教书。不可能跟同学发生，都是下课之后课后辅导，所以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年兄此言差矣，年兄不该如此，好不好？谁是年兄？年兄就是一种尊称。你来过来，我以为你在讲，你以为是年羹尧是不是？年长玉那样。年兄就是一种尊称，尊称每个人都可以叫年兄，懂了吗？那如果那个人跟我姓年，会怎么样？年年兄，好，我理解。看什么东西？那现在我就带你去跟你的学姐报道。接下来不能随便乱讲。好，进去 check it out。我现在你就要来拜会台大语文中心中国语文组郭老师。郭老师，你好。是的，我今天呢是个要来体验一下教一些外国朋友中文，是怎么样子教学？那您本身是学中文的？不是，我本来是学外语。是学外语？是。那是您的第一个外语是？第一个外语是英语。是。那第二个外语？日文。是日文。是。所以是一样，所以你。也是从英文转到日文，还有第三外语。我现在在学德文。赛狗，真的真的真的很尊敬。志仁，请问一下，在您这个任教的这个生涯当中，有没有那种传出一些佳话？就是老师后来跟一些外国的同学，就没有这个动机。我的动机都是非常的纯粹。他其实都是仰慕中华的文化，所以其实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学我们？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，对不对？优势，我们会那个简直是一个荣誉啊！真的，中文啊，真的是全世界最难，它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画。那台哥，我问你问题，为什么人家说当兵早上起来都会画地图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不要一天到晚讲这乱七八糟。我跟你讲，老师现在要教你备课，备课准备好了完整的教材。我懂，成语写信，数章名卷，好，准备的备，好，准备的备，教你一下，看今天要上。Okay, let's go. 好 ，check it out. 三，这也就是中级的入门是吗？好，随便找一个哈。各位同学，如果没有问题了，就把考卷收起来吧。我告诉你，光是这一句，就把考卷收起来吧。它有一个把，它怎么把？就是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就。舅这个字，舅什么？是你舅舅还是你舅妈去？不是，那舅。Then and then you so you can understand。我觉得你很适合做这一行，我觉得你从中得到很多乐趣。我很喜欢研究这些东西。对，老师，你请问你跟凯哥说，他今天要上的是第几课？第六课，考不完的事。哇塞，这就是台湾嘛。哦，他这有对话哦，对话你看。我来当伟力，你当教授。凯哥，你眼睛真的没问题吗？可以可以。哦，我这次分数比上次低，题目不难，我都会，可是还写错。考试也算是一种练习，学过的东西都记住了没有？还可以看出学生小心不小心。我请问一下，你内心揣摩你自己是哪一国人？我是一个外国人。我的中文。很糟糕。哪一个外国人？关你屁事！这段对话其实对于外国朋友来，其实也算是很难的。
他们在学中文的时候第一个碰到的障碍就是声调。哎，台哥，我觉得你很厉害，北京话跟字正腔圆很难去分。我像我们这种外行，学一学就会变东北腔。不是这样，东北腔是这么说的。你的老头在那边。张老师，我刚看了考卷哈，有几个地方也不太明白。他说哦，啥地方有问题？咋的了？我看看。哦，就应该在组织后边，当然扣分。老师，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子让学生有这个想学习的动机？首先，我们一定要知道。老师，这个字您看得见吗？可以，对不起，台哥，这个字您看得见？哎，这个字是吧？第三国，哎，第三次，你为什么不去配老花眼镜？我是散光很重。现在的上课比较多是同坐中学，要用这两个。来，台哥，你先造个句。哦，轻松。哦，不但还，我觉得这项运动对我来说很轻松，不但可以锻炼身体，还可以强化骨骼。嗯，有一点烂，但是，哇，这个锤子，这个不行。对，我是在看。不用不用。那老师，我想请教您一下，您看这个，比方说宁可，对不对？你上面写 VP one 是什么意思？它就是一个动词的短句。所以 V 是助 ，OK、嗯。那 N one 就是一个名词。名词。或者或就是 V， 然后动词。第二个东西 ，OK， 大哥，这个是成，不是货。成 V 成啊，货成，对，成对。比方说，我把小王看成小王的那个看，我把小刘变成小王，我把成看成货，对对对。哦，我把隔壁的王妈妈看成你妈了，我这好好玩，哎，我好喜欢学中文。我觉得好棒哦，有趣对不对？很有趣，这一行我觉得是你做。老师，我觉得你这学的好有意思。哪个？好棒！你一下看到那些同学，你会觉得。当我看到更有。哎呦，这好想，真的想要，真的想要永远这样学下去，你整个感觉都来了。不要再乱说。日本的女孩子，她们都很注重形象。你稍微开个玩笑，她转身就切腹，这责任你也负担不起。希望你等一下有教无类。哪个？我看差不多快去了，我们应该要出发了。没有。我觉得老师我们很好，就是持续行医。绝对是学日文的关系，一定是。那同学现在就在担心说，他的老师是不是近视？为什么这么好？老师的大题马上就来。今天的这个很荣幸能够来这个班担任一日讲师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这个字怎么念？哈尼。哎，不错，这位同学您大名是？庄超波。乔是那个哈新的乔。啊，那怎么念？超。乔，那日文怎么念？他开一楼上，谢谢。这个知道，字这个字也叫字，但这个字呢，接到后面叫接窗。老师可以过来一下吗？啊，可以。我要讲这些，不用急。只有日本的同学会笑，因为他们也是那个字。哎，好了，所以我的名字叫台志远。所以我们今天稍微自我介绍一下，请上来。你一定是千金，因为每一位都是爸爸的千金。对，啊，很有钱，对。不，很真爱的女儿叫千金。我在大学上，我中文很好，中文很好听，也都要学习中文。对，好，好，谢谢千金，谢谢。我叫明美，我妈是台湾，我妈就特别担心。中文越学越好，谢谢。啊，我叫高博，我也喜欢中文歌。你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？我喜欢那个谁，李白的哪一首？不是，他是李白的哪一首？我
喜欢李荣浩，我有学历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荣熙，高丽大学毕业。我来台湾以前，我就在加拿大，我碰到很多加拿大人。华裔加拿大。华裔加拿大人，一句中国话也听不懂，然后也想要念中文。今年三月来台湾，我是我的。潘俊阳哦，俊阳兄，我对房地产有兴趣，是，所以为了去台湾试试看吧。好，谢谢你，不错，谢谢。有没有学过？就是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中文它其实有六书呢：象形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、会意、警示。这是中国造字的历史，它是有一个造字的原则，它其实有它书法的结构。我们写字的形式有这个楷书、行书、隶书、草书。下面讲的这六个是造字的原则，上面这四个是写字的形式。所谓形式，就比方说“书”这个字，“书”这是个正体字，但是这个字也是书。但是为什么后来在中国大陆用这个字？要不要一教高中？台哥太难，难了吗？同学可能已经说怎样，听讲就简单的，讲一简单的，符合现代人的。哎，怎么穿成这个衣服？对。好的，老师刚刚可能是这个情不自禁，我们来讲一点台湾现代的用语，这个比较难哦。觉得他这个人很讨厌，没有真的吗？很讨厌吗？他有得罪你吗？我觉得他讲这话真的得罪我了。然后另外说，好，那你去挤他。可以挤他吗？挤，那我一定挤。律师事务所前，诸事可挤，办事大吉。有没有听过？告他，挤他就是那个告，写错了。这个是告，少一撇就挤，多了一撇，我靠，就要被告。这个应该，我跟你。哈哈的意思。啊 ，twice， 台湾那个周子瑜，对，水逆。对，很好笑，这就是运气很差，有两种。你真的很强嘞！感动呢，露舌子。是从英国的读者来的是吧？对，给这位英国来的同学。六。啊，对了，很聪明，这个也是一个网络的用语，很强。六，比方说，打南边来个哑巴，要了别个喇叭；北边来个喇叭，手提着吉他，别喇叭哑巴要两喇叭。这个也是网络用语啊。然后他做了一个很笨的事情，白痴白痴八七，或者说我们今天在网络上，然后就觉得很 funny， 也可以说八七。在语言里面有一种叫虐语，说在《诗经》呢，戏而不虐，乐而不已，说这本书非常的好。它这个很有意思啊，很细，很有意思，很好玩。但是呢，它不虐，它不脏，它没有什么脏的地方，就是不会粗鄙。好，粗鄙。哎呀，这个字又很难。粗鄙。这两个字里面一个不难，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文学书里叫整个就是不会粗。讲了一个粗鄙，有没有？孔子曾经说，好了，真的听不懂。细而不虐这个字，我到大学都还不会写。你请你回到八七上面。好，谁给我穿上了？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对我讲这些东西就太深了，他们来玩好不好？老师说他们其实可以挑战一下。原则子右。好，戏剧场，场地很好，地毯，OK。
华山好，华山。他绝对不可能说华山。其实我觉得经过字词接龙，我觉得大家程度上蛮有提升的。我们再来更进阶的中文教学。好的，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来玩丢骰子造句的。我的衣服一样，哎，为什么他们有？哎，教室也换了，哎，怎么讲？时空出现了一些错乱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我现在是直接接的，就是在教学啊。刚刚就这样，就后置的做你这样，然后咻。没关系啊，补拍就补拍，讲那么多干什么？各位李民请注意，陈百吃补拍收音有误，菜鸟后置已尽力，谢谢，请继续。补拍的是 OK， 补拍应该要叫同学们。补拍就是我补拍的，怎么样？对，补拍来过来，是补拍的，是补拍的。补拍你也应该跟同学们讲说，今天全部都穿当天的衣服啊。因为幻想戏它时空就变换，是衣服怎么样其实不是重点。是谁说可以这样穿的？谁？我能说是 Eric 说的吗？我能说 Eric 说不用穿一样这么笨，然后也不知道要剪进去，这种话我能讲吗？好，那我们上课吧。OK， 刚刚呢，我们跟同学们都已经教过了，现在呢就要用骰子，根据上面给你的提示来造句。乔我们，乔我还还乔我，不但还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今天。不但，等一下哦，我知道，我哎，哎呦，今天我不但丢钱，而且还跌倒，真是水逆。Good， 我今天不但掉钱了，还被公车撞，真是水逆。逼住有洋葱。要去上班的时候，的孩子每天都抓住我不让我去。想到要出门的时候，我会有洋葱。八七，算是不算？所以你可以选择算是来造句，也可以选择不算。还有，算八七。他总是把我成穷鬼，哦，把我当成穷鬼，所以我决定其他，好像还不错。T T， 非什么什么不可。我每次看电视节目，非 T T 不可。好像也不错。我每一次看电视都非流泪不可。那么你看了一个喜剧的电影，你流泪要干什么？或者是我每次看到悲伤的戏剧，就非 T T 不可。我每次看台歌。非 TT 不可，一次少一次，这样这一句就 OK 了。这样你了解意思吗？好，了解。宁可 VP one 也 VP two 我都不敢。宁可no problem， 宁可咳嗽也。Yeah. 我宁可咳嗽，咳嗽 OK， good。也不生气气。对。好像不能这样子形容。我宁可不说，宁可不去，我也不生气，好不好？谢谢谢谢俊阳。我觉得同学们理解很快，所以我觉得同学们应该会在中文的学习上会有超级的进步。好了，现在厉害了，我们现在来到通化街的夜市。因为呢，刚才我跟这几位同学啊上课完之后呢，这几位同学特别想说，老师可否待会儿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台湾人民的生活。他们是这样的，他是这样的。可不可以请这位同学再像刚刚那样再讲一次？好，你是怎么问我的？没错，对，他就是说没错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厉害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西门町天春上黑暗摸呀。他们这家店真的很好，捡一盆冰可以坐六小时。那时候借我们这边录影，他说 OK 了，然后就捡了一盆冰。好了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考验一下三位。考验知道意思吗？是啊，烤肉的烤。答对，对对。你考验就是给你一个考试的意思。你学中文已经学了三年，对不对？学中文你要学了19年，但是写可能不是那么的好，对学了大概半年，没关系。
我们要急起直追。急起直追是什么意思？鸡是肌肉的鸡，对，鸡是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对，摔是鸡摔，对，鸡有一天起来以后，它就一直追前面的。完全答对，不要讲成语。我要来考验一下，用你们的中文买两样东西给我，先拿回来的人就赢了，赢的人呢就会有一个奖。若我给你钱，你拿走，你就跑掉了。对，我们这样会有刑警跟着你。OK， 那我们先第一个，潘先生请到这边来。我请你买两样东西，第一半只咸水鸡，第二样东西玉米香肠，就买这两样东西给我。第一样是什么？半只什么水鸡？玉米香肠。胖胖的东西、啊。对，香肠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我已经忘了中文在哪里了。用你会的中文写。吃。OK。半只。然后呢？哎，你很会写。写得很好，掌声嘛！哎，你的半只写得非常好。玉米。玉米。啊，玉米。玉米。好，我放弃，没关系。玉米。香。哦，滚滚。好的，长长的长就好了。OK， 香肠盐水鸡，出发。OK， 厉害，出发。好，陈香小姐你好。所以你要买的东西是鲑鱼生鱼片。他出动作音了，各位观众。呵呵 ，A， 鲑鱼生鱼片。好，第二个脆肠。是啊，要买的是这个。好，请出动。请出动。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。所以你必须要用台语跟他们说。今天考你的是阿伯迪威给麦兰 M C。哈迪威给麦兰 M C。对，包皮米粉汤含脆皮吧，啊，脆皮吧，含脆皮吧，含吗？阿伯迪威给麦兰 M C。第二个是迪威米米菇。米菇不是 OK， 不是 OK 了 OK， 洗干净手，不动，不动。我们师母，你这边给大家看一下你的米酒。而且我发现同学程度都很好，等六六他竟然是汉字会写这么多，但他全部都错。米卡桑是注音很会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听得懂底会贵很离谱。给我们这些外国朋友掌声鼓励，谢谢他们这么热爱台湾的同学。另外一点。我们要学习他们学习第二语文的这种精神，真的是。我们要闻一闻别人。好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在游泳补习，所以我在我要卖一个半只咸水鸡，你要一找便宜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咸水鸡啊，那是什么？有盐水鸡吗？玉米香肠是什么？啊、是肉吗？我不知道玉米香肠，我不知道。一定不是，我个人超想吃的，地瓜球。你好，你们有没有玉米香肠？薯条。太快了，欢迎陈香小姐，来来来来看一下，鲑鱼生鱼片，哒哒，恭喜！对，对，那你怎么知道鲑鱼生鱼片？你问那个老板对不对？脆肠，对嘞，脆肠你也是怎么找到的呢？肠，看到肠那个字，但是你有时候会什么灌肠，看不出来。陈香小姐真的很厉害，她学中文才短短的半就这么成功，真的值得鼓励。希望你的中文程度越来越好。好，会不会潘先生真的是应该不知道什么机会？如果说我问你啊，
阿伯提会给麦兰恩水，你会知道是什么吗？脆皮吧？脆皮吗？半只咸水鸡。是吃东西吗？对，他可能会用他知道的资讯再去问。对，哦，好厉害，真的好厉害。李美莎，欢迎欢迎。这是阿伯的提味鸡吗？哦，本来是就是没有香菜。香菜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喜欢那一次。他是爱养勇士。本来是现在这个是提味吧？我跟你。哦，提味汤很棒，而且也是波兰恩水。啊耶！姚岩是说：“哎、欸，怎么这样打？快点，快点打！他们告这一下。”Hello， いいですか？バカ野郎！ダメだよ！ダメだよ！もう心配ですか？ダメだよ！バカ野郎！ダメだよ！俊阳回来了，欢迎！我要问一下俊阳，最先一个出去的，但是你却是最后一个回来。对，中间遇到什么困难？跟大家报告。没有困难，没有，也是太漂亮了，所以我一直看。一直走路，哇，这么这么漂亮，所以没有困难，没有困难。OK， 第一样是什么？玉米香肠，这是玉米，这是香肠。玉米是玉米，香肠是香肠。但是他买对，加黑粉配麻拼起来这样就可以。不对吗？事实上是我们这边有一样东西叫玉米香肠，所以你现在把玉米跟香肠混在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他至少把原料都买了。第二样，我送给你一个卤米，卤米对不对？卤米，这个很配合。OK， 所以它香肠配卤米。对，这个两个本来是应该要大肠包小肠包小肠，所以现在把它分开来。这是我的香肠。现在就是这样，就是一口香肠，嗯，and一口卤米肠，然后一口玉米，嗯。那么这样是什么东西？就是鸡里面有水，应该是对的。两只鸡啦。刚刚在去夜市，有没有人帮忙？那个显像帮我嘛，因为我写的很好奇。对，他问你说玉米香肠，他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我跟他说没关系，不要管这个。Anyway， 外国的朋友在学中文的时候，他其实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他们都一一克服，他们都能够享受学习语言的那种乐趣。最后要问一下，在台湾的生活让你觉得很快乐？打仗，对。我觉得这几位外国朋友都买的很好，尤其是俊阳兄说大肠跟小肠，还有玉米棒。大肠跟小肠还有玉米棒，对，三个人的时间，三小时十分三十秒，实际上是十五分。俊阳兄三小时三十分钟，所以今天的冠军，举起冠军的手，冠军是明明沙。不能因为吃过他的口水就选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打架了，现在奖励怎么办？其实没有办法去计较他们的分数，因为大肠包小肠，他买了玉米，又买了两个肠，所以我觉得是 OK 的。潘俊阳今天表现得非常好，对三位都有奖。这样换我问一下三位，你们觉得今天凯老师的表现好吗？OK， 谢谢三位外国朋友的鼓励。音乐华语教室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是讲到说要这个三位的这个他们的，就是说了这个好。的奖励，就在菜，嗨，脚底的那个什么东西的一种，咦哈哟喂嘿的按摩，咦哈哎，嗨，潘先生可以吗？潘先生 ，Are you OK？OK， 米卡莎 ，OK， 大妹，那个需要关怀的是斯密卡莎，斯密卡莎，沉香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，大家轻点，大家轻点。哎，反而是俊哥就没事。我跟你讲，俊哥一直忍。哦，好，大家帮我们做一个 ending， 我们要走了。最后的 ending 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英语华语教室成功，华语就是中文，中文就是华语，成功。孙院长，你刚刚有一个地方很痛，他刚才你很痛，消化系统比较痛。他说不要死，哎，他说嘴，哎。
是吗？哦，我是哪里不好？这里还有这哪里？这里啊，哎，这里是副甲状腺。什么生殖系统爆满？还没到生殖系统，是弄什么？什么不痛？嘿，大妹，大妹，对，哪里不好？真的吗？他是贵州牌的，你刚刚讲。这边是属于子宫。子宫有点，哎呦。喜欢吃冰。超喜欢吃冰。公海，请问一下，这位意大利的朋友，你们哪里比较痛？超担心。你们哪里特别多？我不知道，脚，他说他全整个脚都很痛。那我问你啊，你觉得你喜欢吗？你喜欢这个麻雀还喜欢？对，我觉得很舒服哦。对，有点痛痛的，喜欢是不是？M 型的人就是这样。M 型的人是不怕痛的。